切工作顺利进行，最后能够如期交货。设计师的经验在此受到一定的考验。对，因为我们在你们这个屋子真的是下尽功夫的做它。哎，那我们现在今天这个平台的出席呢已经到过七七八八，你们会很兴奋期待？会啊你走在做这个地板的时候啊，真的跟啊跟酒兵啊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机在这上面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是走地中海的路线嘛，所以我采用了不一样的材质的地板，像进门口就是小石子地板，然后平台上面就是复合式地板，然后最后后面那里是塑胶砖地板。哎呦，怎么那么鸡婆？还不是花很多钱？不会啦，因为也是有安全的考量在里面，因为下面那边有一个小台阶，如果是采用一样的颜色的话，你会比较不容易注意到它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做了好几个暗格。暗格，你需要密室吗？要藏什么人在里面啊？因为屋主有很多东西，很多瓶瓶罐罐，所以这些暗格是可以给他收纳的。这整个来，为什么门口那边会有一个四方洞啊？其实我们是想要做一个沙滩的感觉，因为地中海嘛，什么都有的，除了沙，就是把那个沙全部都放在这里。对，沙贝壳。那很好啊，对不对？平台地板有暗格，值得一看。Kevin，Hello， 你在整理你自己的东西嘛？对不对？那刚才我问你家那个阿伯哈，你老公啊，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刚才那个吧台的角落。那你最喜欢哪个地方？我最喜欢这个暗格。真的耶，你们都喜欢那个地方，就一直往那个地方跑了。因为我要先霸占的地方先，因为毕竟是我方便我每次看的，然后杂志，还有一些香水跟指甲油。那继续整理，继续整理哈。A 家的设计师敢接受挑战，在短短的七天内以地中海风格让原本杂乱无章的客厅焕然一新，到底老大会给予他们哪些评语呢？怎么样你？我是喜欢那个不一样层次的地板，前面是胶丝泥，对，这边是木板，那边是塑胶砖，所以你不穿袜子的时候，你一插上去的时候，就感觉有一种那种大滩的感觉。对，再来就是那种度假屋里面的那种木质地板。老大以敏锐的眼光从多个角度考量打分，当中以实用性、创意美感、改变指数还有屋主的配合度为四大评分准则。 A 家的设计效果绝对达标，要好好打分了。原来凌乱不堪的客厅经过七天的改造，整体视觉让人感觉舒服耐看。为了配合设计主题，设计师花尽心思选择合适的家具和寻找恰当的摆设，突出难得的休闲，也体现可贵的地中海气息。工程在有限的时间内，以总数19000元的装修费打造一个理想的客厅，让屋主有个全新舒适的生活空间。今天呢，两家四个设计师，你们都设计得非常的好。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，就是要带领潮流，两家都做到了。虽然两个人的设计呢是很不一样，但是在颜色方面呢，还有一些摆设都做得势均力敌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的 A 家会小胜，听好好，不是小胜，是小胜。那么今天 A 家会获胜呢，最主要就是他走的是一个地中海式的一个设计。不过我最欣赏的就是他们的 DIY。那我觉得说，特别是他们的那个很随意的吊灯，有没有吊起来很有感觉？所以我觉得说这一点呢，对于那些有吧就要装修客厅啊，或者是睡房的人呢，这样的一个做法也是可以带你考虑的一种，好吧？恭喜 A 家！